哦，随便拍吧，因为咱那个东西啊，脚架这样做的品质很烂，要到那边弄。帅哥欧巴 ，Hello， 你好帅哦，穿的那么好看，你是蔡艺人吗？对啊，对啊。认识一下啦，认识一下。但是我结婚了，我结婚了。那没关系啦，当朋友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修给你啊，你知道那个女生啊，跟对这种那个什么欧巴说结婚了可以，你知不知道压力大不大？你不知道？哎呀，欧巴，欧巴，没关系嘛，当大家的欧巴不好吗？但是朋友，只是朋友，认识一下嘛。那应该，我觉得，我告诉你，够红起来啊！想袂到，我大概40多岁了，我还有那个脸红的功能，真的是惊到啊！看不出来你40多岁。那你今天真的是要来搭讪我吗？没有啦，其实哈，我都有人生这么困难了、啊。真的想太多，那个。小米可以进来了。你刚是白同学。哎呀、啊，你来这个找时间来搞叫我，都我要搞哈瑞呢，你就安尼。嗯、啊，你在亏我们家妹妹。这怎么叫妹妹？我们家妹妹。你要叫她什么？叫一丢。一丢吗？哎呀，这个就是我要来汉口路找的这个神秘嘉宾，别让听见。我们家多少？你听见到中华听啊？我头先很忙，我当作只只是鸟啊，飞过来，然后你今天约白雪来这边，到底是要做什么烧啊？安排这个新人跳啊，惊到，都啊，说那个长颈鹿比他矮，要上红条鞋，之前真正扳不住了。有什么好想说？今天是要送白同学一个汽车的底套。你是怎会带回来的？乖啦。对啊，看到很难过哦，受不了。来，我们来展示一下。我看你是含另外一个台南的朋友，你有串通好？那个啥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也。来，打开要做什么？1、2、3，进广告。哎，对。然后他就是有编好的，然后我刚好去长隆饭店，他去跟我逮捕。然后逮捕的同时，他刚好接一下私讯，他讲一套他收好，那衣冠那是同一个。结果来，都美女来了，来哦，1、2、3，进广告。来，但是你这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这是用电脑刺绣。电脑刺绣。你这听讲这绣这开几千万的，够有影？嗯，真的。就是这个烧哟。就是这个烧。你对焦有准无？你这个，所以这个弧度，这小小这弧度它是怎么出来的？哦，这个是。你看横的不要紧。那个它工厂它有那个坐垫、啊，有那个模就对了嘛。先绷好的，位置都画好了。所以我这个 cup 直接这样盖上去，包起来就好了、然后里面那个柳钉钉一钉就好了。不用钉了，订书枪就可以。因为我写作感动的呢。这个是前面。我前面的。这前面，这后面。哦。然后中间这个，这个在裁缝行讲，这个叫牙口。牙口呀。就是中央的位置。哦呵呵。中央前面后面都有一个。然后你今天还要另外带什么东西给那个我们的粉丝看？哦，就是一支啦。叫巴蒂，你的大鸟。这只你到底要饲几单啊？哦，糟糕，小龙，什么物件？展示一下。你会惊了？没啦，它只咬坏人。这做成金刚鹦鹉的呢？这跟金刚鹦鹉到底是怎么分？哦，它是金刚鹦鹉的好朋友，它叫巴丹，它是蓝色眼睛的，叫蓝眼巴丹，它是巴蒂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会惊。它也有它的粉丝页，它叫。黑板，啊，当然有兴趣可以看。那个肉质有没有算有没有鲜美啊？好啦，我们讲，来，我们直接来切入重点。这个同学他要把这个刺绣的过程拍成 VCR 带给我们同学看。来，一二三，请看 VCR。
摆出去，看着就够感动的。我用情感谢你的爱，我拢是放在阮心内。无论是风也是雨，你们就做一唱。啊，我拢是对着你感冒。二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同学。起来，起来，徛起来啦！感谢这个同学，感谢这个同学哦，就是这样为白龙鼠这样准备这个刺绣过程，白龙鼠今天起来做感动，而且特别从台北送过来。是哦，你不是带过来吗？啊，刚比是在台北啦。是哦，我什么靠？哎呀，然后非常感谢他，然后这位搭上我的美女的话。应该你不是串通，你只话是发自内心跟白龙雪串通，跟白龙雪啥骚扰对不？老实讲，我看你就很早嘞。听说你也是在拍那个 YouTube 的吧？你呀，你的频道自由性行销。哎，我是小莫，我频道是超级莫，就当第一圈的。我跟你讲，认识我之后你就不寂寞了。谢谢，就需要你们这些帅哥。因为这个恭维好，有机会来嘉义。来找白龙雪专程 fit 一下，因为白龙雪等一下还有一些任务，然后不好意思耽误这些同学，因为这我们刚好是在那个连续假日才有见面这样拍的机会。好了，节目最后记得按我讲落去，订阅白同学 DIY 教室。哦，拜拜，好，走，我们去忙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都谁怪啊？